我要解说的是哆啦 A 梦。首先，我们蓝色做八，接着和白色做连接，一起前后做六，然后扭转，白色做4+4，蓝色在后面做六，连接，下面同样6+6做连接。然后前后做2个熊耳，蓝色在后面，接着把它围圈连接，白色下来，后面做一个小熊耳，2个大熊耳，蓝色下来连接，再上来连接，接着做手，手掌围圈。可爱的小叮当完成。